拿那一辆啊，这个比亚迪风神豹，看一下表现怎么样啊？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大哥，你说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？是这个豹五的动力不强，要买豹八吗？不是，不是哦，这个不是要买豹八。这怎么说啊？一方面是技术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技术专业方面。看它的属性。嗯。你去操作就可能一般上。那没有，我这个车我不熟悉的。一样的。啊，不是，咱们呢就先探讨一下，就是这个车主。开那一辆这个几十万的方程豹豹五，只能在门口蹭一蹭。你叫他把那离地模式打开。啊，又是模式没调对。有那个模式。这个比亚迪也有那么多模式吗？我刚才只看到截图有那么多模式啊。都有，是全地形模式。啊，原来是所有的厂家都喜欢搞那么多模式啊。那肯定必须的。他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模式呢？雪地模式啊，泥地模式啊，沙地模式啊，山地模式啊，这种模式。不是，我就有点好奇，这不是自动挡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自动挡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模式呢？它不是电子锁呀。啊？它这有电子锁呀。电子锁。豹五有电子锁。它现在车不是很聪明吗？就是智能嘛。哎呦。没有，这不是我确实看不明白。这个方程豹它这个厂家它是把它定成越野车吗？这是纯越野车呀、啊。纯越野车。这车冲上了那个海拔6700多。海拔6700多。它是世界第一。关键是他们现在在你这个在我就在这个门口蹭一蹭。我不是我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，你又说这个是越野车。正经越野车呀。云辇的，哎，这就上来了。这个造型可以，大哥，你这小心点喽，你这个不能选路虎啊，大哥，这个路线是那个路虎极光的，人家申请专利过的，我跟你讲，大哥，人家有专利的。他专利还没到期，你不能随便模仿的。这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哦。上次有一个你小弟，比亚迪唐也学习他，也学习路虎极光，啊，差点交专利费呢。这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大哥？方向往这边打一点钱。慢慢倒吧，不要往前那里，真的往后倒，大哥。往后倒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。你把方向盘往左边打吧，慢慢倒。慢慢倒就行了。你这个玩姿态是真的有点有很大的风险，玩不了姿态。对，慢慢倒就行了。这没得搞啊，这个应该是人的问题。刚才大哥说呢，他说这个车是越野车啊，这把失败。来第二把来了啊，第二把啊，来了。哎呦，哦，这有点猛哦。好，上来了，就
上岸了啊，掉装备了。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他爬上面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上面，看一下上面。没事。哦，原来是轮眉。轮眉。轮眉。好，等点了啊，等点了。